贝，我看到一个手镯。还有这么贵的手镯？小了吧，你格局就小了吧，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手镯。那什么？你给我买了之后，每天带着它，我会想到什么？想到我？不，我只会想到有一个无底线宠爱我的老公。对，你再想一下，我天天看着他，那我是不是就没有脾气了？哦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从来不对我发脾气，那我也没有脾气，这个家庭是不是就彻底和睦了？没毛病。那你对这个家庭是不是就做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？对。我带出去，你朋友看见会想到什么？我买的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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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你朋友看见只会崇拜羡慕。我有一个这么宠爱我的老公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不是？是。那你是不是就很有面子？那所以这是一个手镯吗？不是，它就是一个杜辉煌、帅气、宠老婆的。别说了，现在就去买。现在。走。等一下，这么漂亮的小手，光光配一个手镯够吗？必须还得有一个奢华尊贵的包包，对不对？你看像这样拎着，对吧？然后衣服呢，得不得需要一身非常奢华完美的礼服？那你这样能走路出门吗？那能出门。豪车，再来一个司机，然后你看这车停哪里？家里啊。豪宅才配得上这么一身尊贵加上豪车的打扮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有钱来帮你买这些东西。没。对，我现在必须得努力工作。让你去保安系。对，就你这个 CP 就别跟我玩这套了，赶紧出去洗完就买。开玩笑的，没想买。